原告呢批人咧，係我大佬主導，即係帶佢翻嚟，喺黃江沙尾啊、沙下嗰啲附近，由嗰度過嚟噶嘛，佢由嗰邊過嚟噶嘛，然後由嗰邊帶佢翻嚟白石龍咁樣噶嘛，嚟親白石龍嘅，第一個就揾我老豆。就咁咯，我大佬都揾個，我大佬喺度噶嘛，我大佬多數唔喺屋企，佢多數都喺沙頭啊嗰邊工作啊嘛，佢有武工隊啊嘛，住喺邊度咧？我真係唔知喎，我諗佢咧都可能係住喺天之堂，同埋佢天之堂有間富屋嘅，即係誒修女啊、神父住嘅，遊擊隊啊。甚至嗰啲人走日本仔咧，由香港走嚟，經過呢度咁，都幾乎日日都有人有三保人嚟，點知道邊個打邊個啊？一個老豆為咗招呼呢批人咧，雖然未當傾家蕩產，啊使唔少錢。我老豆每年咧都要同人哋借谷喎。高兴喎，借谷借翻嚟咧，100,000、200,000喎，都借喎，都系借俾啲游击队食嘅喎，真嘅喎，真真正正喎。游击队嚟到，假如佢本身冇，即系唔系成班人，佢有自己有伙食之外咧，佢个别嚟咧，梗揾我老豆喺我屋企食饭。我见成日都有游击队喺度食饭嘅喎，真嘅喎。